大家好，首先向大家介绍一下弓弦的准备。首先要并步站立，周身放松，依然记得准备练弓的状态。默念练弓口诀的时候，左手在下，表示是补气；右手在上是补血。这样意念集中，在默念口诀。夜阑人静万里涛的意思就是说，在晚上夜阑人静之时，把所有的烦恼都忘掉。一手丹田风七窍，把眼耳鼻心都要绷起来。意念只想丹田气，一呼一吸非常的均匀，呼吸循环搭鹊桥，搭鹊桥，也就是说离雷顶上额。就是把一任东两脉这样相通，身轻如燕飘云霄，这样达到一个非常舒服的境界。我们开始练习吧。苏青平雪宫第二套，现在开始。要极钻天一，二，三，四，五，六，七。八，二，一，三，四，五，六。麒麟吐须，一，二，三，四，五，六。七，八，一，二，三，四。六，七，
情情申报，一、二、
六、七、八、五、